姐，和顾九思的这门亲事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什么？顾九思？那个臭名昭著的纨绔浪荡子？嗯，昨日你走后，还是顾家主母亲自上门提的亲。我家世代都是读书人，出仕也只是清水衙门。这顾家，他为什么会看上我呀？怕是哪次上云灯节踏春斗草，被那个顾九思看上了呗？你家里人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顾家富贵显赫，节度使见了还得赔个笑脸。我爹娘不敢拒绝他们，只是拖着，还没敢回复。我真怕我爹娘为了家里就一点头，把我真的嫁过去了。玉茹姐姐，那到时候我该怎么活呀？我明白，我都懂。若换作是我，投湖了断的心思我都有了。不如这样，既然你家不敢拒绝他，那就逼他自己退亲。怎么逼？与他的一切喜好反着来。我听说顾九思这个人崇尚武功，荒废学业，最讨厌那些圣人经典。你今日回去就把那4书5经好好读一读，特别是劝诫人的，你记下来。改日你见了他，时时刻刻劝诫他。而且他这个人行事荒唐，粗鄙无礼不说，反而讨厌礼数周全、说话温声细语的大家闺秀，说人家娇柔造作。你若见了他，你就捏着嗓子说话，把所有的繁文缛节都来一套。但凡他有半句失言，你立刻就哭。说话别太有条理，不要太正常，要说不清楚话，做不清楚事儿。总之，越矫揉造作越好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只需私下哄遇他，恶心他几次便好了。他那个人名声都那样了，就算他出去说你的不是，旁人也会觉得是他在诋毁你。你说的对，我要是不恶心他，他日后就得恶心我了。对，顾九思这个人自己无赖不说，反而嫉妒像石安哥哥那样的正人君子。你若见了他，你就在他面前使劲夸世安哥哥的学识和人品，处处拿他和世安哥哥比，说他样样都不如世安哥哥。要是这样了，他还想娶我，那怎么办？做什么美梦呢？谁想娶你了？你是谁啊？来人！